iPhone 6型指纹，三尖八角，你冧唔冧啊？iPhone 5出咗接近十个月，计翻之前出机嘅时间，好似差唔多够钟去 5S 或者6啦噃。网民一早就候住啦，仲将不同网站流传嘅新版 iPhone 规格合拼设计成六部 iPhone 6嘅概念机，逐步睇下。首先系魔术控制，突破少少嘅手指位，个 mon 下面成条都系控制，唔使惊粒掣成日坏啦。咦，听落有啲似 Android 机，咁不如索性连个掣都飞走埋。个 mon 嘅边位都冇得留低，或者将 Wet Mon 技术用到尽，包住成部机啦。有啲就玩 Fusion， 呢部睇落就似 Nomia， 细细部四四方方，亦有啲 concept 系放弃标志性嘅圆角，变成三尖八角形。但讲到最大突破嘅谂头，都要数佢啦，既新式透视，仲可以辨认指模。但系要做到全机透明，又要咁高科技，得唔得噶？呢啲咁靓嘅 design， 其实系根据传闻中嘅 spec 整出嚟嘅。当中果迷最关心嘅，相信系嚟紧嘅 iPhone 应该会破天荒转用大 mon 啦。另外电池嘅容量、CPU 同 RAM 都会 upgrade， 相信配合埋即将推出嘅 iOS 7，一定顺到冇朋友啦。